48个，整整聊了48个，你挺能聊啊，又是单身，又搞金融的，身价10亿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给你一巴掼，听听响不响？别，宝贝疼，宝贝，疼我的姑奶奶，我错了，你放手，你放过我吧，行。 既然你知道错了，今天就好好认错。来吧，对着直播间的观众道歉。你还开直播？快道歉！来来来，大家都看看啊！滨州是第一渣男，到底是怎么样同时和48个小姐聊天的？二楼的兄弟们也看一下。我就知道你明事理，你一看就是那种面冷心热的那种绅士暖男，和刚才那个硬装的渣男一点也不一样。 话还没说完，就想跑了。体谅你囊中羞涩，又是为了正义，我给你出个可怜币。什么币？做我的未婚妻，这100万的债务，一笔勾销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莫名其妙就背上了100万的钱。要先磨一磨他的性子。不急，再等两天。 一定要贴这么近说话吗？一块围观吧。我们今天的直播的教学内容就是如何制服前来骚扰的渣男。好，首先啊，记住第一个要点，不能打脸。 太容易造成轻伤了。其次啊，也不能打肚子。还有一种情况啊，如果对方压住了你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用膝盖，这样打他，然后在趁他疼痛的时候暴走。好，就像这样，用手肘狠狠地攻击这里。渣男，死渣男，死渣男！就像这样，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忍住这样的动作。 本来我不想在这种场合说我的私事，但既然父亲强烈要求，大家盛情难却，那我也就不隐瞒了。在遇见雨萌之前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直到雨萌的出现，告诉了我答案。不对，准确来说，林雨萌就是我生活的全部答案。 6啊6啊，这演技不拿奥斯卡，小金人都要流泪了。今天，让我们在这里共同举杯，竞争爱无敌 ，Cheers！ 季伯父，您好。
我是林雨萌，和阿素在一起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你，雨萌敬你一杯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。哎，老兄弟您先忙着，哎，我转转啊，转转。哎，伯父，您好歹是滨州首屈一指的大人物，不会连这点格局都没有吧？我格局大小也要取决于我和谁说话。哎，伯父小心点，酒洒了，您年纪大了端不住酒，我为您喝吧。来，这小姑娘力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伯父你放心，我虽然出身贫寒，但我和阿素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一定会努力取得您的认可，让您相信阿素的眼光是不会错的。谢谢伯父。你不能败坏我名声啊，你知道网上那些人都怎么说我怎么看我的吗？就连李博那个渣男都当面对我耀武扬威的，他走的时候我就应该呛死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一个穷打工的，我玩不起你们那些豪门的爱情游戏。谁有空和你玩这些爱情游戏？结婚。什么？我要和你结婚。结婚？不，可是你为什么要选我呀？我都不相信你对我一见钟情。是不是你们家有人得了肾病，要卡我腰子啊？你家才有人得了肾病。大少爷，我进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大少爷骂你了？别说话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少爷跟林小姐在那个啥，我就看了一眼，我们家少爷还是下面那个。哎呦，不会吧？真的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你要去我家，你去我家去干嘛？提亲。啊？金灵素，虽然你平时自私、现实、性格还不咋地，但是你总体来说还是个好人。趁着我爸还没看见你的时候，现在立刻马上掉头回家。知道了，尹助理，再开快一点。好的，季总，坐稳啊。看看，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真娶到咱家萌萌，你可就赚大发了。真的假的？不信你看。你看，这萌萌小时候，长得真像嫂子。不是，这是我老婆小时候，再找一个。你看，这萌萌小的时候是不是漂亮？眼袋红扑扑的。这个是小学的时候。中学。搞错了。这个是中学的。漂亮，漂亮吧？哎，咱们女方高一点啊！哎，别蹲着呀。我站着。啊，那地上有凳子，你站上去啊。好嘞，靠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哎，微笑，微笑，哎，对，哎，就这样，3、2、1。
林素哥哥，新婚燕尔，恭喜你啊。谢谢你，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意中人。我这辈子怕是没戏了，我的意中人已经和别人结婚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该怎么演啊？是哭着大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还是嘤嘤跑上楼啊？林小姐你好，我是季总的新助理。季总最近工作繁忙，抽不开身，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，请。我说嘛，不让我出门，连了个惊喜呀、啊！好辣呀！我好喜欢呐、啊！我也好喜欢呀、啊！哥几个，咱先上吧，我等不及了！快！你请。喂，萌萌，你最近有没有按时擦药？擦了，我听一下。我今天晚上回国，你住林家武馆不太合适，我让尹助理去接你了。嗯，好。你干嘛？你清醒一点！想当年你也是拳打南山脚踢北海的，你再看看你刚才，跟个面团似的，一戳就软掉了。那你要我怎么办啊？记住，男人是喜欢征服感，绝对不能上赶的。你绝对不能率先暴露你对他的喜欢，然后在日常中多多制造亲密接触，观察他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退回到合作伙伴的关系。但是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把问题抛给他。想当年你也是拳打南山脚踢北海的，你再看看你刚才，跟个面团似的，一戳就软掉了。那你要我怎么办啊？记住，男人是喜欢征服感，绝对不能上赶的。你绝对不能率先暴露你对他的喜欢，然后在日常中多多制造亲密接触，观察他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退回到合作伙伴的关系。但是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把问题抛给他，问他对你是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为什么要对你做这些。那是不好，季氏集团不是季灵素，他出大事了。我知道啊，不是有几个参赛选手高遭剽窃抄袭吗？我才不信呢，我跟他相处这么多天，我知道他不是这种人。不是这个，是你。你和
你们今天有几个没见过那个渣男？我跟你们说，他长得人模狗样，西装革履的。嘘，他就在前面。师姐，这声音好像不对吧？怎么可能？这个人渣约了萌萌在桥边见面，我特地带你们抄近路过来的。这身高，这背影，绝对是他没错。给我打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打错人了！快快快，放出来，放出来！完了完了！父亲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来，坐。林苏啊，多亏了你啊！医生说，要不是你送来的及时，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谁说发布会要推迟？这个唐若云早不挖人，晚不挖人，偏偏赶到这个时候，就是吃准了要打压季氏。一旦发布会推迟，对股票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。哼，这个唐若云居然还敢和季氏叫板，也不看看季氏现在的总经理到底是谁。联系媒体，告诉他们发布会不仅不会推迟，还要提前三天。告诉霍文进行最后的审稿，让行政联系设计大赛的优胜者向他们发出 offer。 我这个叫乱拳打死老师傅。走，回公司。